首先请大家抄经创世211章211章，就请大家抄经来创了啊，211章。都还是我不做西南的人，所以不理他们，把他们不西南的姑娘，一样我不阿我听不了滚，都还是我不做西南的人。让阿德提到都还滚到我第二幕也加上一首歌，不要看了第二的马拉布，都还是我不可惜大的人，你的欢迎几秒可是拉包上，是拉马丹欧让不都上，也拉不上去的马拉布。好，感謝主，就早上啊，去研究啊，去線上啊，去看你的啊，從長智慧。所以首先小弟經驗分享，就是說一個弟兄姊妹以及長老執事，大家早上平安，就感謝主這個帶領啊，祝福。所以研究去道上啊，就请人先上去拍你的，从长慈悲。更加你感谢主，到日一时刻，大家还有平安，大家还有种喜乐的心，更加有种很好的机会啊，去先上来到大家来去分享神的道。所以我哋接下来同心祷告，去祷告求主带领，求主引导道上的你的从长慈悲。更加你也感谢主，因主是个太爱，啥就勉强人啊，研究恩双加恩，从让我研究得到主要是个祝福，啥就研究平平安安过去一个礼拜，所以时间过得好急啊，真好急，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，所以啊，今天哦，所以哦，今天好感谢主，就还有个平安。应当啊，嚟祷告，嚟向我哋天上嘅父嚟感谢，所以我哋今日同心合意跪下嚟祷告，所以唔方便跪嘅，佢坐嘅嚟祷告，所以求主带领，愿就是个心灵安慰，然后就同差同心祷告。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，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阿门。好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感谢主，有人叫去早上以圣经来大家分享，所以愿主耶稣的平安安慰，你也有同在。感谢主了哦。所以做传道，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，参与到好多的看到也见过好多各种信徒给我卡这个环境。好，有一次啊，就去访问了，去访问一讲人，那一讲人呢，好久了，熬了机会，熬久没机会，所以去到的时候。其实因为是第四大的地方，所以有点接思想带来用传统话就去访问。因为当年已经好久没机会了，好久没机会。所以他说，当然是从谢跟修谢，他呢好少祷告会，好少祷告会。所以现在问题是说，做顺的有了机会，做顺的有了机会。做阿爸阿妈的也没有机会，那孙呢就跟他家婆跟阿婆没家婆跟家婆来教会，所以阿婆带孙来到教会来参加宗教教育也好可爱的，也好可爱的身份证。所以对他就是说你的父母今天没有机会，所以都去访问他了。有些时候，其实做阿婆的做孙的去读书了，做阿婆的冇出卡，所以因下去做做奶子的，因为心急出卡，所以小弟攞接书去到，一下查，哎呀做奶子的，跳用，哎呀你唔爱最小人咯，叫我哋五集最小人咧，两集最小人啊，就都讲哎。阿里路亚，讲诶，诶，教会今日是教会嘅传道，擘开啊，佢讲擘开啊，我教会传道哦，擘开传道哦，佢讲哇，哇，你看啊，哎呀，擘开传道佢都唔知道佢，擘开传道哦，又佢都唔知道擘开咩传道，我讲老老，我要入集市吧，我入集市，让人，哦，佢咩讲啊？集市，你集市有信仰啦，我。唔好讲，诶，先人起码紧，定系要而家解咗啲出嚟。所以我都讲，你就接书啊，嘅要接书啊，你就起码嘅接书，码嘅接书。哦，原来点先一接书名啊？睇佢知道一接书一只嘅点名啦，咩先名？每日用一只名。哦，几哦。你看啦，你咪接书啊，佢又唔识咯，更加佢看床头佢又唔识啦，已经啊佢又唔识啊，已经啊跌跛兜喺行，又唔识啊跌跛兜喺行，所以你看啦，所以你看，即系，哇，几十年冇嚟教会，所以接书啊床头佢都唔知道，起码佢接书啊咁多床头唔知道，所以你看啦，哦，你要反见抄实，因为冇智慧。所以对教会都施工，对教会都行进，马开都唔知道，今天冇晒佢。所以你看就反见好重要，木卡嘅反见，你出嘅反见啊，好重要。所以你看你要智慧啊，对表最后马开教会嘅就行进啊，教会发生咩事啊，佢都唔知道，看你咪传道接事，佢都唔知道。啊，嗰个接事嘅信仰，佢唔知道啊信仰。行翻住江津，一日接书嘅一日剪人咁，所以你看啊，哇，真系好可怜哦，好，你睇一种环境，好，另一种环境，喺访问先到时候，都有感差做啦，哦，又分到了家庭哦，然后有一集哦，有儿童哦，佢争六唔到六岁，争五岁。有四个儿童五岁，
啊，要落门，佢都攞嚟倾笑。哎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佢又五岁嘅生命就有一倾笑，佢又讲哈利路亚。嗯，所以表示哦，人哋犯贱哦，一乌卡就系仲有热心去教会咯。所以你看，一见到时候啊，要有国笑，要国笑都讲哈利路亚。嗯，所以佢接触嚟教会，我佢知道哦，人哋教会一种自信。所以佢，又扎根教会，所以佢知道教会哦。呢度落雪嘅时候，就两年讲哈利路亚，得五岁先明啫，都入。好，好，你就做一种环境。好，有一种咧，有啲你看到到乌卡时候，睇下啊，有啲多数都在乌卡，有先同乌卡食饭，要啲。一坐喺啦，啊，上头食饭，啊，哇气，食，咁差都未咁差，佢讲上头食饭，啊，你看啦，啊，又要人嘅反应，你要小啲讲，啊，你睇下咁差张，哦要，咁差张，啊，我先得，点上头咁差，点上头咁差，又要人嘅反应，好，要啲咧，你到时要。啊！上头点解识翻你抄翻啊？叫啊，你就知道，上头如果点解你要识翻啊？之前你抄翻啊，然后攞你教推去抄翻。所以你可能要反见啊，好重要。所以用边种反见，用边想法啊，最后你从想法一种习惯，所以要人哋习惯。好，要怪咧，要防门咯。因为姊妹后日禅，每逢要交费，要智慧，佢都斗错。所以你坐喺睇下，要家庭房门嘛，哦，啊，接受去房门嘅。房门嘅咧都讲好多东西啦，哦，有一条书，有一条好多东西，但要交费。所以用错嘅要收手，然后交费有啲摩擦，然后啲夫妻嘅有啲摩擦，搵到嘅好唔爽快。所以佢一坐起讲，全部都条数，全部都条数。所以佢条嘅条埋嘅书啊，系啊，讲佢介绍俾佢听哦，嗱有咩啊？除偷啲桑啊，你听佢，见讲咧见，诶诶，主要听佢甜啊，我即系讲娇咯，系面拍啊。所以佢肯一讲，见全书化，一见全书化咧，一讲哇，全部主要。全部都是就粗啊，就五毫发，就三比三四斤，好衰啊！韩国茶，我讲你看嗱，你讲，一讲结忘记嘅时间哦，结忘记哦，一结讲，就粗啊，以后不止一几天咯，你看到未？啊，几唔好意思，几都唔好意思，所以讲，喂，很容易哦，去咖啡，每日都是啡。哇！原來啊，最烏卡講粗話講得好健優，你好健優。啊，比如我往年啊，行去衰，行去粗，哇！今天有件事，哎呀，都唔想唔同，又要捱容易，我要犯贱偷殺，要辞小啲去菲律賓工作，去菲律賓工作咧，小啲看到。要吃啊！我就去馬尼拉交費啊，次費。去馬尼拉交費次費哦，先是係你咩線費堂，你 Q 費堂入，你 Q 費堂，Q 費堂係喺度出價嚟啦，哦，三間屋，佢係出價哦，三間屋，上三間屋入唔出錢啦，攞排屋咁樣啦，三間咧，所以咧交費都把佢裝小幾，都成為次費地方，即係交費堂。所以對下錢咧，三笪單位嘛，哦。都全部打通嘅，哦，都做飛堂，療傷要三笪房咯，要三笪要三笪房啦，療傷，所以療傷咧都成為住宿哦，啊，你要裝修，裝修後以後，療傷要六笪房嘅，而且六笪房，所以都療傷住宿啊，啊，療傷喺就宗教教育科室啊，要六笪，你要啊飛堂，不要咧前最大下前咧廁飛所廁飛地方啊。三大单位哦，起飞，然后背后咧啊，就系用示范墙啦，
好好设计的这饭店住饭的地方，嗯，所以那些时候好极强，好极强，嗯，然后好方便咯，然后有三重开下了，我们家住了，所以就起飞时候，我之间时间安心的起飞咯，我去叫我之间飞的时候就落有日日子尾一年啊，二十啊就落，所以系饮食嘅啊，呢件将唐言啦。种发现，真系算系唔识结，因为睇价都千件飞嘛，都超标，所以都包系要唔识结嘅，嗯，系啊，啲币看到结啊，系啊，唔知得嘛，睇要贪面试要先见数哦，所以讲我日把总结睇落嚟嘅先图啦，好，所以系包先机，用演换翻去叫做嘅半天挖哦，即系等价落嘛，所以讲翻啲然后要讲演换咧，所以系包先机装只，系要用繁衍嚟包边其他咯，就系用繁衍咯，麦鸡树、麦鸡树、麦鸡壮、麦鸡只，用繁衍。至于西飞鸟咧，要攞佢 cancel， 攞佢打下招呼，有意思哦。一攞佢 cancel 嘅时候，哈利路亚，攞下哈利路亚，都攞佢讲繁衍。请问你从哪里来的？有没有汤咯？而讲韩剧话添，哎呀！而嗰個韓劇哇，人哋嘅韓劇字幕嚟嘅，哇，都危咁又講，要演換要講唔到，哎呀，真係啊，我都唔知道用邊套啊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哦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所以啊，真係講哈利路亞，哦，所以你看，而家又嚟起飛哦，又嚟起飛，嗯，所以都問佢，用電視挖腳啦，而出冷啊。好难沟通啊，真系好难沟通，真系话下啲人，嗯，你要讲到佢出嚟向右边啊，我咪喺右边边少挖脚也唔热，所以咧，哦，你要啊，你要右边转也唔跌到，你要我哋山飞落都转咯，哦，睇下都转咯，哦，佢转咧，哦，要加的士来哦，要加的士来哦，但系的士来到以后，嗯，都撞佢啦，嗯，仲有都闷一时机哦，哦，佢出只冷咧。哦，爭地道嘅嘅一隻天字哦 ，VS 四季地道嘅嘅天字出嚟啦。因為一隻四季係嘅條菲律賓嘅嚟嘅嘛，我哋講英文，即係講出嘅嘅天字啦。哦，唔差咗啦哦，即係依粒係用嘅係用線圖有愛做，所以每答案先啊，佢後來又嚟指揮哦，佢睇唔懂嘅哦，咁你佢後嚟指揮哦，咁就做到嘅哦。一咁巧做哦，佢一姊妹啊，佢奉献一家叫天字嘅钢琴啊，变万年啦。嗯，天字嘅钢琴变万年啦，用到几年，差唔多十年时间，系一用琴。所以后咁巧做，佢奉献一家天字嘅钢琴教会。好，所以因为我哋提到嘅天字，所以我哋都去访问佢。哦，原来真提到，由妹祖谢龙喺在呢边做咗。做旅行社啦，做旅行社，嗯，所以做到哦非常嘅嘅唔错啦哦。他咧嘅爱做西罗唔嘅教片，唔嘅教片，就系阿妈系做母亲嘅教片，所以嘅仓库讲咩啦？做父亲啦，咩啦，仲嘅仓库咧就系教片嘅，但呢佢出汗嘅，嗯，与嘅爱做西罗有讲演活啊，有讲演活。所以都介紹邊個嚟聽，所以你你中妹做幾幾講，夾爸夾媽喺教片，夾爸喺最韓劇，夾媽過嚟喺撩啊兩三百年，佢都撞咗落嚟咯。哦，好，嗯，哇，睇你撩韓劇嘅啦，哇，係看到你先時，哎呀，之後佢看到撩走腿啊，哇，都哎呀，原來喺哇都飲一杯茶都好難飲下，嗯，哇，佢一撩。老人家就話佢條腿就咩咁講，條 table man 啊 ，table man 咧講最作喪一種危機咯，哇！好勁有人，所以你看到哇，條看書記講啊，講一杯茶啊，都唉飲到都好難飲啊，真嘅。你就见到好斯文的去干嘛杯的去饮一杯茶，看到做咩咧？哦，佢用咩舒服哦？佢感到一茶壶咯哦，佢感到茶壶嘿，佢感到茶壶咧，佢爱倒茶嘛哦。哇，佢加啲笑啊，哇，佢倒茶，哦用咩做笑？
逐渐嘅优秀哦，系慢慢用一扎一扎每人斗，哇，哎呀，将来就斗茶，哎，睇到饮茶饮茶，斗到起嘛，我惊到啲茶壶啊，斗啲，我惊没有用呢个措施哦，逐渐嘅优秀，慢慢一扎一扎斗，哇，所以阿美讲饮到一杯茶都好辛苦啊，要困到一样啊样，很舒服哇，所以我呢种犯贱哦，呢种犯贱。所以我老王伯阿斯传托分享，哟嘿哟，韩国人那么日本人啊，好讲究啊，呢件事情。你王传托又去过日本，想工作一段时间，也想读书一段时间，所以佢知道。韩国人那么日本人啊，真系好规矩啊，好规矩。嗯，所以可能，所以你看到社会用呢种环境，所以佢影响到人哋嘅想法嘅格一集，想法一集想法咯。要习惯呢种病样，所以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小弟讲很多，即系做物间人，我哋看经验数啊，我哋系你继续讲嘅经验数。经验数13章，13章嘅第20节，经验数13章嘅20节，经验数13章20节，好20节，经验数3章20节。3章20节，以智慧人同行嘅必得智慧，以愚昧人作伴嘅必受亏损。好，从呢只圣经讲嚟睇，所以你看啦，你老智慧人同行嘅话，你都得着智慧；你老啲愚昧人啊，冇智慧人同行嘅话，你得着乜嘅咧亏损。好，所以你看啦，你就从呢只圣经系好简单哦，你老智慧人同行咧。老智慧人做朋友嘅咧，就咩就智慧人咯。做二老就二寸嘅二妹嘅人咧，冇智慧嘅人咧嚟做朋友咧，也一样，也冇智慧咯，一样简单哦。所以从呢只圣经嗰啲讲法啲嘅啦，哦，讲法啲。所以二老一只人同行，最表示一只人可以影响你嘅想法，对冇？系咩？二老智慧人行。都得到智慧嘛，系咪？所以一只智慧一言，然后佢同行；所以一只智慧一言，佢影响人，当然变有智慧。所以然后愚蠢一言，愚昧一言行咧，所以一只言咧也影响人，所以变去一种，也变去假嘅一种性格，也愚昧一言啊。所以你看啊，好重要。所以讲哦，讲法啲咧，即系讲哦，然后言谂乜嘅言出咧，最后而啊变去暗用嘅言。所以你在某个环境之下咧，你也建筑一条环，变成一条环境嘅入面。所以你用唔用想法咧？一个想法逼到你，就会变成哎呦一种环境。好简单啦咯。所以啊，有些事啊，即系好奇妙啦。所以就想法松啦，就要哎一种环境啊，超常啦。我就思之为一种反见啊，抽象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时我有啲讲就例子哦。好，你看越可以笑都系处罚，所以做乜嘅咧？你见每日都讲处笑对吧？系咪？所以变控制唔到啦。所以你讲偏乜嘅话，你越笑你入边又系讲偏嘛？对冇？你抽象讲偏嘛？入边笑入边讲偏嘛？你每日去跳东西嘅话，最后你又系。也是一种习惯跳东西，所以呢个环境好重要，好重要，所以我哋要从生活一种环境好重要。现在儿童哦，越走越屈笑，佢都有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所以你看啊，所以表示嘅嘅生活啊，要用一种习惯，所以咧要用嘅家庭，然后要用嘅语言，对冇？所以你看啊，你老马跟人一起相处，你就会变很容易。所以都我哋要从上班咯，哦，所以啊，都系要啊一种好嘅习惯咯，哦，就我哋我做种好嘅习惯，所以我哋得做种好习惯嘅一种上班。所以啊，都学习啦，哦，好。首先我哋讲我哋嘅环境先啦，哦，环境。你嘅环境好重要哦，你嘅环境好重要。所以去到某个环境，你就会变成那个环境，好假哦。
小弟啊，提示啊，才伊朗一年啊，小弟提示啊，落去本讲啊，提示落去本讲啊，像啊，从四十三磅量，像伊朗一年哦，四十落去本讲啊，哇，所以哦，第一章页咧，对，哦，去到去第四哦，第一章页哦，像今日礼拜休都出啦。第二章页咧，哦，系冇再拍上去咯，唔再拍上去，带个嗰种浅色啲上去，冇再拍上。如果唔系咧，我啲凡件抽上。所以有人看到话热些衫，以前时有冇一种冷啲嘅水，用嘅料，用河水嚟写，啲河水啊，全部啊。要落去水啊，都啲水都好緩，啊緩過用地勢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低拍上啲蛇，哎呀，蛇依度係變黃啦，因為用一犯見嘛哦。所以可能有陣時啊，都好都哎呀，都係冇低拍上去。所以年少而生法就樣叫啲啦，而就係而樣變咗一隻生法，最緊要嘅生法。所以中文咧，最近可能話去到話啲次去到話每日寫手啊，唉，你出咗兩集禮拜休啊，都冇每日寫手啊，兩三日先寫敗啦，你輔助兩三日啊都冇問題噶啦，哎呀，啲犯見慣鬥嘛嘿，所以你可能你將啲人用你私人嘅又變咗用一種想法啲啊，好簡單啊嘛，所以我先嘅行講，我打你低毛。哎，咁大熱帶啦，哎呀，打落去啊，行熱打冇過嚟啦。你先試啊，冇辦法啦，即係講作件 T 恤呢兩杯，先試作件 T 恤呢兩杯，嗰兩雙啊。咩熱戰咧？換得總點先幾件啦？話要行熱，要苦件又強咧，打熱帶哦，哇，最感動啲妹，哎呀，別憂我，哎呀。所以你看啦，最後我變到你都又變到哎呀，我呢度白見佢。所以你看，出一种反应好重要，中间反应好重要。所以你只要老人乜所以嘅反应啊，首先嘅反应系好重要哦。好，所以人提到了哦，大家去代替父母出国，用小弟去过新加坡，新加坡我觉得好难出面，真系好难出面吓新加坡，因为后边有讲一種物嘅 privacy 啊，privacy 是講一種自己一種想法啊。你看啊，高你去飛堂旁邊啊，就係種住家嚟嘅，就 apartment， 就一樓啊，一棟樓喺旁邊啊，冇人冇聽到聲音嘅，一啲人嘅聲聽唔到嘅，無論幾處旁邊煮飯啊。冇聽到佢講話，冇聽到麥克神點講話，哇好千喎，哇，雲昆有犯見啊，真咧，好就抽神一種犯見，即係暗用呢種犯見哦，即係我哋期間就話要講話要睇神樣，哇知道真咧，哇見到一種唔同嘅一種犯見，知道香港咧，哇香港好強，麥克都好強，哇真咧啊真咧，識翻都辛苦一件事。哇！你要食饭啊，休息一两日之前啊，你要你翻墙食饭噶嘛？一两日之前啊，要去补胃啊！哇！你咩个去到都可以坐有胃毛咩？我补偏胃胀有胃坐，我要犯忌，马上就食。一点胃啊，胃啊，也好食。真嘞，哇！真嘞，你个犯忌唔同。所以你看啦，人嘅想法哦，就系人犯忌嚟抽神。好，你看圣经书也好。先見書，你看見就羅德啊，我咪阿伯拉罕。當佢哋要換嘅時候啊，你就羅德啦，佢出出嚟行咧。所以創世記啊，要記出嚟。當佢老阿伯拉罕要換嘅時候，所以你就阿伯拉罕啊，你就羅德啊，佢出出嚟行咧。所以你看啦，看創世記十三章嘅字。十二节啦，所以十二节咧，你看啦，罗德出出嚟行咧，全系约旦嘅平原，嘅嘅帐篷啊，靠近嘅特所多，所多玛萨。创世纪十三章嘅十二节啊，
选嘅时候啊，日罗迪啊，系出彩呢就坐到马神嘅外面啊，所以后集圈啊，后圈见嘅坐到马神。选嘅时候啊，最十三节讲啊，呢坐到马神啊，就系后吹恶嘅就呢就呢，最前面前嚟就后吹恶嘅地方嘅坐到马神。好，所以真我哋真嘛，真啊，佢最后佢跌倒，佢跌倒马街咧。最后当然了，天使啊去救你的罗德的时候，所以啊，你的天使啊落到你的索多玛上地步去救你罗德的家人。好，所以你看，首先罗德出钱外出索多玛上，然后佮慢慢逐渐逐渐嘅移落到索多玛上地步，移落到索多玛上以后咧，是到避免嘅索多玛上嘅时候咧，天使落去嘅索多玛上救出你啊嘅罗德嘅家人。你救出来以后呢，哦，也其实啊，还是想念索多玛城，就反转你看，索多玛城就变成养畜，然后就引导人家罗德他们给两只爱主，两只爱主你看，然后有犹太的问题，就有乱伦这种想法，父亲老自家亲生的爱主发生改变，也生下异己了，就是阿门他们无阿。所以最后其实阿门那摩押咧，也系神所救主嘅一个救脱。所以到佢讲，你阿门人啊、摩押人啊嘅救脱远远啊，都唔会经历神嘅听。咁佢，所以你看，就系、是、啊乱伦。所以你看啊，一个家庭啊，如果用一种心态啊，最严重嘅受影响，最麻烦受到嘅受到马杀呢种影响。所以你看神啊，要避免嘅受到马杀，你严重罪恶啊，罪恶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啊，所以引出去哦，所以每日面对去哦，所以最后想法也系引诱到上边就去哦，这种想法。所以你看，佢老咧罗德啊，老嘅每次发生嘅乱伦，所以你看，最引出啊一种反见影响抽神，所以引出哦，所以想法嘅时候哦，要嘅反见啊，非常重要哦，非常重要。好。所以感恩主哦，我哋嘅反击哦，就信仰上一种反击。呢、这个讲上法咯，上法咧哦，最重要就系我哋嘅信仰一种反击，所以我哋一种后击一种反击。所以如果哦要看重信仰嘅话，所以留信仰嚟去做朋友嘅话，就后嘅信仰嚟去做朋友，所以一定得到后，呢就上边就后嘅信仰嘛哦。所以你留用五孝一种信用来去做朋友的话，你最后你的信用也是五孝，所以你的反见很重要。所以啊，有一次啊，有一次小弟去坐，一只梯没坐上那个人家没坐上那个，坐一只写教会咯，就像办年新年那时候，那时候我看见啊，也一家人啊，坐也坐一只写梯房啊。去做参加呢个办年盛宴啊，所以盛宴嘅时候啊，就啲两杯酒哦，都系要茶点，要茶点嘅时候咧，哦都就啲睇下，就听姊妹睇下想饮茶啦，咁都饮紧茶嘅时候，就啲看到要假人啊，又系好叫我嚟个慈悲嘅，好叫我嚟个慈悲，盛宴嘅时候我哋带假人嚟慈悲啊。这都小弟坐前去，老佢打下招呼，老佢讲下话，所以阿弟兄讲，系传统，而家咩嘅嘅小弟听嘛，嗱边啲你听同事用，哦，听同事哦，听埋佢用，哎呀，然后佢醒人吧，哦，好，佢开嘅佢听嘛，哇，其实海楼睇你层层，一条沙飞一种醒人歌吧，哎呀。过新年，就过新年就过吧，就沙飞就过吧。哎呀，我讲哎呀，我讲啊，你就过，你就沙飞，你就新年过啊。讲你将你物价摊了吧。这高飞又唱五十摊啊，用几过啦？系个，你讲哎，咩我顺头，阿勇真要新年嘅庆欢喎。哦哦，哇，阿勇唱阿勇过真要庆欢，真要诶新年嘅庆欢。哇！啊，你看，种信仰，烧那种沙灰，烧那种世界，种影响。
所以你看，哇，看一看新年的时候，哇，前途啊，哇，哈哈，我唱的新年歌，就撒飞的新年歌，我正唱新年啊，撒飞啊，这想法就环境造成。所以你看哦，所以信仰哦也好重要。所以最超常一种好的一种反应，信仰的反应啊，就用我的气感，你去跟别人去啊，管好我的个信仰一种反应。所以你看刘太家庄种各作种信仰中的反应，一错哈，吃饭没有恰饭，一定要。无论你谢，都你是要引海，都低到。一错还都要恰饭，今天有一种有人习惯，所以你看了、啊，就信仰啊，就要去训练啊，就，使我就要学习啊，去使你能够建立信仰。好，你看了、啊，看，使命记，看使命记，使命记嘅三十一章。应该是叫摩西对百姓来讲，好，看《使命记》哦，《使命记》的三十一章哦，《使命记》三十一章，《使命记》三十一章，我就看啦，你讲，摩西对百姓讲嘛，开，我就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啊，摩西对佢哋讲：，找出他们啊，男嘅、女嘅孩子啊，并且到佢哋乜嘅？到佢哋，他们会探见哦。到佢哋，他们，到佢哋，佢哋学习哦，学习乜嘅？后见威善，见有好法，你们嘅善哦。后见威有好法，你们嘅善啊。所以你看哦，所以边上啲基础经验哦，所以上啲啊初经验哦，老嘅到佢哋能够探乜嘅？你学习啊！嚟去后教啊，学习啊，嚟去敬畏神啊，你看，所以敬畏神啊，又系学习嘅。唔系讲一生出来，你一出世叫你都要敬畏神，唔要。你看你爱学习啊，嚟去敬畏神啊。所以你看啦，即系讲学习啊，嚟敬畏神。所以你就会后老就老学习嘅话，有一个老师嘛哦，你才会学习得到。有老师教你，你才会学习得到嘛。所以有老师啊，我有敬畏神，所以咧老师首先咧有敬畏神啊，所以而家系教头嘅叫嘅学生啊，你叫敬畏神啊，所以你看啦，最系用嘅环境咯，好，所以你看，所以呢个环境咧，最无论啊，你系学你系老师哦，唔学校老师，你就信仰嘅老师，唔同学校嘅老师，学校嘅老师，然后信仰嘅老师唔同。做埋咧，做埋咁讲咧，哦，好。所以讲啊，在学校嘅老师教学生啦，哦，应该老师一个个严重噶啦，哦，个太过一个学生啊嘛，系读书轻样啊嘛，一天要出太学毕业，然后去教书嘛，哦，所以就系社会嘅学校嘅老师。所以讲啦，你教嘅啲学生咧，就系个毕业啦，老师个谢啦，哦，老师已经个太毕业到个太啦，哦。所以你看哦，即系就系社会嘅就学教，老教会就学教唔同，信仰嘅就老师唔同。好，做乜嘅咧？做埋咁讲嘅。信仰嘅老师咧，无论你系年幼、年老、有年轻，总言咩冇分别嘅。所以你看啦，就系敬畏神嘅人哦。所以你讲啦，就系讲，你都系有啲去讲解。你就信仰一种想法，系讲简单啲就意思哦。要讲完哦，要讲完。要讲完啊，佢冇嚟教会哦，教会教授，一切到嘅叫啊，叫嘅意义状态要哦。你就做假装嘅哦，又带嘅意义嚟上上上上你啦，宗教教育哦，
有从中国考虑。我所以意思讲，送嘅身份证去做教教育，所以佢连嘅姊妹落嘅仓库都可以做其他东西咯，一把十万东西啊，你要去验查，所以身份证去教会上课咯，所以要做后生以后啊，要教会教会去执嘅都做咯，即系嘅目的。好，咁咧啊，教会也冇讲一讲嘅叫东西啦，计佢送落嘅身份证嚟上讲做教育。上主教教育吧，所以哦，主要感谢主哦，感谢主哦，主要嘅康源啊，嘅做阿爸，嘅父亲做母亲，佢有嚟慈悲佢，有嚟慈悲，唔错，感谢主。同埋咧，最近看到嘅言语一种改变，最近看到嘅言语一种改变，同埋又看到嘅乜嘢言语个最一个改变，最简单嘅，懂吗？你咪食饭啦，啊坐下嚟，食饭啦。咁咧，上去嘅身份证，而上去仲高高又翘咧。食饭之前咧，啊，中午做嘅讲，做言语嘅讲，爸爸妈妈唔食食饭，我哋咁差，叫我咁差，我咁差想食饭，爸爸都烫头，连母亲烫头都，咁差食饭，冇相干咯。所以啊，宗教教育哦，要嘅训练啊，好错哟。所以拜拜啊，佢哋检查之前啊，话啲学生论进来哦，啊感谢，做个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啊。每集面训练到，后感谢，讲一种后用祷告词嚟去感谢，系嘛？先叫训练到。所以你个意义，我哋嚟食饭之前嚟感谢啊，我哋做言语带见父母嚟感谢，用我哋做言语讲，我哋同事咩斗，然后做例子啊，做每做轮流哦，一扎人嚟去轮流嚟去吃饭，哇！所以看啦，阿爸阿妈咁又吃饭，言语又吃饭，哦，所以看到感谢主，看到嘅一种言语一种信仰啊，哦，最主要影响到嘅父母嘅慈悲，所以讲。老主要信仰的老师，没有学校老师，学校的老师是老师太过学生的，他们也不同信仰，无论人缘幼人老，所以信仰好的话，也可以影响力好大，所以你说言语影响父母，没有父母影响言语，所以言语看到，不错啊，会变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自己父母也有来慈悲，也感谢主。所以你看信仰就是彼此来看的，彼此来去彼此看。所以没看人缘有缘到，所以你看有真是就是靠作就是信仰的，信仰就是靠作一种，也是一种念力一种。你真是你好明白。做例子的，你是教人，就是教兵人，做例子也是教兵人，好冷静，好冷静，要冷淡到真的好冷淡，教会也好受去施工也好受参加，所以最好的例子是到一个女朋友，是到女朋友的父亲说，他每个都不见哦，最近的就是，如果来带他来相信主哦，认识神哦，认识教会哦，所以都给做来自的都听从父亲的话带给他的女朋友来到教会。我感谢主跟女朋友之前休息之前都两修心灵了。你感谢主，所以最后也修心灵了。哇，一起学到年后就设立。你感谢主，所以你看了从很用的时候哇有一个很用好的信仰。所以你看了就慢慢的培养到一家人也好热心，所以你看了好多好多例子，还没鼓励的就是全部帮人，还没鼓励，没有一家人好像也是家人，没去搏不到的。所以你看了，所以你就是讲的就是影响力好大，所以就是百姓放在面前把更多好，你要把主耶稣放在我的面前。所以信仰呢，就是一样，你就好的反应呢，就是把主耶稣放在我的面前。
你才最重要。你冒你做买事情就好，把主要是放在背后，不冒放在前面，所以主要是要指引那个套路去。所以信仰上哦，我把主要是放在那个前面，所以那个反击啊，就会号召反击啊，就会把主要是放在前面哦。就讲啊，一样嘛哦，你老主要是做朋友，那、你老主要是做朋友，你老主要是同行，所以最后你要。想法老也是一样，老主也是个想法一样的，所以啊，唔要亏损，反而得到更加大嘅福气。所以你哦，好简单嘅，即系那些所读嘅经验书嘛，哦，即系讲你老智慧人同行，要得智慧；你老愚昧人同做朋友，得到水亏损嘛。既然你老主也是同行，你老主也是做朋友啊，你都得到更加有智慧，更加唔要亏损，所以却很简单。所以我这个想法呢有主要是所以要把主要是放在我这个前面。好，我就最后看箴言。箴言的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，看箴言书第三章，三章的第六节，第六节，箴言书三章第六节，所以第六节呢几个，所以第六节了，好。所以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会应听的，所以他必指引你的头路，指引你的路了、好，你看，所以你看了，你把主要是应听的，应听了，应听的，应听主要是听你的心，所以他要指引你的头路。所以你老主要是做朋友，你老主要是同行，所以是哪一天要指引你的路，所以主要是要带领。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想法就会把主要是奉劝我们的前面，把我们的老主要是同行，老主要是做朋友，主要是必指引我们的路。所以我们的想法上就会所以我们的想法上，所以信仰的想法上会在好好中建立最主要是里面。好，所以念主要是的祝福我的太感，帮助我的太感，所以我的研究最主要是里面。从我就起家，一起到我的家，一起到万代都能够侍奉主，所以念主要是个平安安慰哦，为我就太家，更加求主使我就太家每一日有健康的身体，唔单止健康的身体，反为太家心中充满属灵的喜乐，能够欢欢喜喜、喜喜乐乐过出我就嘅生活。使我哋嘅家中也充满主耶稣嘅爱，使我哋能够过出一种恩双感恩嘅一种生活。求主帮助大家，接下来我哋做感谢嘅祷告，我哋同心祷告。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祷告，阿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颂赞主，阿利路亚。
Amen。 好，我就招送给从长期飞当鸟哦。因为下个礼拜哦，我就提到下个礼拜拜三天我就欢迎给年初二哦，所以下个礼拜我就先休息啦，一个礼拜哦，先休息。所以下个礼拜我就冇在线上去看一下从长期飞啊。所以下个礼拜从长期飞暂时取消。好，所以大家再复卡欢欢喜喜。好，就去欢欢喜喜啊，一只去，我哋嘅啊，我就嘅新年咯，就老看见欢欢喜喜去参过一年啦哦，好，叫做广州大家，平安再会，平安再会，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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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会，平安再会。平安再会，平安再会，新年快乐！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，平安平安。也的。平安平安，拜拜。嗨，平安，嗨，平安，平安。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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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平安，平安，感谢主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了。